哎，还是钱安好啊！钱安就绝对不会让朕长吁短叹这么半天，连理都不理朕一下。停！皇上，请问有什么旨意？哦，朕叫你过来，非得有旨意不行啊！你没看见朕现在很郁闷，你就不想陪朕聊聊天？皇上，臣身负护驾重责，不敢聊天懈怠。陪朕聊天怎么就会懈怠了呢？啊？哦，陪朕谈谈心，就那么分了你们御林军的心呢？行，那以后朕就专门下一道旨意，凡是你们御林军到这来值班，就专门陪朕聊天。皇上，玉姐，叫我弟弟玉姐。南昌会馆与宁王府勾结，这是肯定的了。但是他们到底怎么勾结，会起什么作用？这就像是在皇上身边放了一个点着捻子的炮仗，随时都可能引爆。所以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。我现在给他各种机会，让他来拉拢我。等我真正打进去了，那就容易了。副都帅的位子，我还给你留着。好，副都帅这个位子，我迟早要回去坐的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还太早。你在钓鱼？南昌会馆的马连庆算不算大鱼？我就是那个香喷喷的鱼饵，咱们摸清了他的底细，咱们的心才能放得下来。傻丫头，笑什么呢？啊！你呀，可真是个大美人。我可不是大美人，我是大美人她娘。大美人要不是怀了什么心事，怎么会到这儿来呀？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呀，已经决定了，以后我再也不出去胡闹了，我就天天乖乖的待在这里陪着你，好不好？真孝顺。如果那个人不在王府，你还会不往外跑吗？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在说慕容真啊。那，娘，你觉得他人怎么样？我觉得他这人挺怪的。王爷遇刺呢，他出手相救；王爷给他重赏呢，他倒整天愁眉苦脸。哦，这个他跟我说过，说是因为他把行刺的人给杀了，所以啊，他去寺里烧香求菩萨赎罪呢，是吗？江湖人有这点心里不安，倒也不容易了。娘，反正我觉得慕容真他肯定不是个坏人。你这个傻孩子，你小的时候也不知道你爹是怎么想的。找了一帮江湖术士、市井骗子，说是考考你的眼力，让你知道这世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呀，都不一定是真的。你说，你都学到了一些什么呀？娘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不是让我多长个心眼吗？你放心，我可不傻。爹找的那些人，哪个到最后不是让我给揭穿了？再说了，我行走江湖这么多次了，也都没有吃过亏啊，对不对？哼，你这孩子啊，天性善良，容易上当受骗。别忘了，现在有些骗子是容易要人命的。娘，你该不是吓唬我吧？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有点害怕了呢。娘是为了你好啊。
来！没事吧？啊！慕容真，啊，你跟我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啊，有话就说吧，你都不是外人。他们都是外人，我要和你单独说。喂！哎，你这回帮我圆场子。我问你，你到王府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追随王爷建功立业呀。你要是以前跟我这么说，我还真不信。不过我现在明白了，你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。我绝不能跟一个一心钻营的男人搅在一起，因为你随时都有可能把我给牺牲掉。喂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我问你为什么到王府来，你说是为了跟随我爹。那好，你就去跟随他。我想我要不是王爷的女儿，不是郡主，你也不会这么跟着我追着我吧。你太刻薄了。刻薄？因为我说中了你的心思我就刻薄吗？你说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根本就不配我对你好。对，我配不上。好啊，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既然你知道配不上，你还站在这干嘛？那我先走了，郡主。最近张秉钧常来吗？是的。谁批准的？是余都帅的手谕。去把张秉钧曾经调看过的卷宗全给我拿过来。是。卓浩然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我不能再等了。他明天就进京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办呢？就明天。现在这个张秉钧正在处理西山劫匪的案子，而且我怀疑于浩成一直在暗中支持他。你看咱们是不是跟南边商量一下，也许王爷对张秉钧另有打算。我看是你自己另有打算吧。我听说张秉钧这段时间可是经常到你这儿来啊。他官场失意之时，我给他来个雪中送炭，怎么样？还算及时吧。马先生啊，马先生，这个人可不是你轻易能够收买的。啊，是啊，他当锦衣卫二当家的时候呢，我自然是收买不了他。可是现在不同了。来，徐鹤。其实你怎么对付他我都不反对，他跌得越狠也就越容易上钩啊。到底是人钓鱼啊还是鱼钓人？我等着。他吃花酒我结账，修宅子我掏钱，你说是谁在钓鱼谁在吞鱼饵啊？徐鹤，你让我做的事情我都办了，我的事情你也别多问，咱们自己做好分内的事情，也就算是对王爷有个交代了。好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明天的事情不能有任何纰漏。那还用说？那张秉钧现在正在前边喝酒听戏，你要不要会会他？好啊，我还正想去会会他。跳得好。大爷好开心呐。 啊找我吗？许千户，
是啊，我也没想到张副帅在这儿居然还有一份交情。惭愧啊，惭愧啊，从前做官的时候眼睛朝天，鼻孔朝天，从来不懂得多个朋友多条路的道理。现在算是亡羊补牢吧，毕竟来日漫漫，我得给自己找一个好归宿啊。副帅就不想东山再起？嗨，我们是御林军，不像朝廷的文武大臣。如果我们栽了跟头，那就等于栽到了底呀，你再爬起来也没什么用了，因为别人只会记得你栽跟头的那一刻。许千户啊，你可要小心从事，以我为戒呀。我知道副帅您一向很在意我。不，我一向看好你。你到这里来是这是副帅您的吧？再丢的话可就没人帮你捡回来了。这是我送给小红宝的，怎么到你手里了？一入宫门终身御林，死去弟兄们的鲜血都沾在这块牌子上。副帅，我劝你还是把它好生收藏吧。敢教训我？有种吧，小子，我当千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活泥呢。拿着，没钱了可以拿它换几两银子。哎呦，大爷，我可不敢要。怕什么？大爷是御林军的副都帅。从前是，那又怎么样？从前我是说一不二，现在我是说二不一。拿着，大爷脾气好，可禁不住别人三番五次的惹我。好自为之吧，副帅。哼，拿着。哎，姐姐，嗯，这里到底是哪儿啊？管它是哪儿呢，反正啊，今天铺子不用做生意，咱们呢就随便逛逛啊。哎，姐姐，今天你看的那处宅子好像不大满意哟。那个宅子很好，很阔气，可是我不能住。为什么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福分，我只是一个平民女子，住那么好的地方，享我不该享的福，是会折寿的。那还不容易，朕给你封一个大大的品衔，这福分不就相当了吗？皇上，您是不是真想送我一套宅子啊？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姐姐，你以后就别再叫我皇上了。好吧，如果弟弟真想送我一套宅子的话，可不可以任由我自己选呢？那当然了，我告诉你姐姐，这上九成下九成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不管那人愿意不愿意，我就派人。派人怎么作威作福，把人家撵出去啊？当然不是了，姐，我跟人商量商量，让他们搬到宫里去住，这还不行吗？我就看上这个宅子了，就是他了。不会吧，你还来真的了？怎么，你说话不算数了？那算了吧。哎，姐，你别生气呀。行行，我去打听打听这个宅子到底是谁的，打听好了我把它买下来就是了啊。杜帅，你找我？卓浩然出现了。他在哪里？安定门外会员客栈。你看清楚了吗？没有错，就是他。兄弟们已经在会员客栈四周布下了桩子，堵住了所有的出口。好啊，老天到底给我张秉钧一次机会。杜帅，我可以去吗？哼，你呀，如果不想让你去，我就没必要叫你过来。不过这一次我们一起去。御林军不能再闹笑话了，
要是让他第二次脱逃，我也没脸当这个督帅了。哼，抓这么一个小角色，还需要于督帅亲自出马吗？你是不相信他卓浩然，还是不相信我张炳军呢？能证明你的清白，能证明咱们整个御林军的清白，他就不是小角色，非常重要。如果他卓浩然一直不露面呢，我张炳军就一直不清白。哎，行了，拿你刀去吧。卓浩然，你给我出来！这回你跑不出去的，我要你出来伏法。你果然在这里，你别靠近我！浩然，你干什么？把刀放下！你不就是营私舞弊、倒卖军粮吗？但罪不至死啊！论王法，或许我罪不至死，可是论友谊，我死有余辜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利用你呀、啊！你说什么？我明知道你对朋友重情重义，不顾一切，可是我不该去找你，我不该让你安排我脱逃。浩然，你胡说什么？你知道这些日子我是多么的内疚，我生不如死啊！你居然敢诬陷我！我命里居然有你这样的朋友！浩然，你说是谁在胁迫你？行了，炳君，你什么也别问了。我不该这样害你，今生今世你离我远一点。瞧我这样的朋友，我不配。浩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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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尚不至死，快救人！浩然，刀上有毒，怕是……怕什么？救人要紧，还魂丹呢？有没有带还魂丹？为什么不带还魂丹？还魂丹，进来吧。你就是不相信我张炳军，对不对？三十年同袍岁月，三十年御林军生涯。是啊，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，我也不敢相信你。其实我心里头知道你所受的煎熬，卓浩然跟你交情不俗，你放他走，我没感到意外。哎，就像这件事情出来以后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放你走嘛。可是你毕竟不会放我走，你是觉得我真的放他走了？如果我说被人诬陷，人家做了圈套呢？炳君，这些年多少案子我们没弄个水落石出啊？哎，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我们联手去查嘛。这次可不一样了。人家好周密的计划，好狠辣的手段。哼，我真希望自己多喝一点，等到明天一觉醒来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我知道
你现在最想听我说一句，我相信你，对不对？如果倒回去20年，不，10年、5年，我都可以告诉你，我真的相信你。但现在不同了嘛，即便我真的相信你，我也不相信我自己，不相信我的判断嘛。我现在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也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知道你现在不对，你根本不知道。我关心的不是营私舞弊、倒卖军粮的小案子，我关心的不是那些寻亲王法、私放囚犯的那些小人物，我关心的是近年海内外那些蠢蠢欲动的乱臣贼子，我关心的是我于浩成有没有能力把他们绳之以法，让大明的百姓看一看，我大明的江山永远是朗朗乾坤。我并不关心你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御林军，我是要你帮我，帮我对付宁王，对付南昌会馆。就是要对付宁王，对付南昌会馆。你我整天纵情声色、烂醉如泥，是在享受吗？我就是要接近南昌会馆，寻找他们的破绽。你就不能再相信我一次吗？好，我相信你。你相信我？当然了，你以为我这个督帅是白当的？你的一举一动，我哪点不清楚？我做的那些荒唐事你也清楚。哼，正是因为你做的那些荒唐事，我才相信你。你要不是因为有大图谋，你张秉钧副帅能做那些事儿？你这句话还让我舒心一点。南昌会馆那边也该露出点尾巴让咱们看了。皇上，钱啊，你拿的是什么呀？皇上不是说了吗？刺客刺杀宁王，让他受惊了，要赏赐金尊12，替他压惊。这是奴才刚从库里提出的12个金尊，请您过过目。哎呦，哎呦，好俗气呀、啊！既然你这事办得很得力呀、啊，宁王这种俗人，这些东西正适合他用。不过，真是了解宁王的。宁王他不是个好酒贪杯的人，不过他是贤王嘛，贤王就要办事一丝不苟。想他那宁王府里肯定是宾客如云，酒席不断，咱们的金尊正好派上用场。传朕的旨意，把话带给他，说朕让他好好的做他的贤王，时时金尊在手，时时念着朕的情意。皇上您放心，我让他们传旨的时候啊，一定把您的意思带到。前几天朕吩咐你办的事儿呢？哦，臣正要回皇上的话，那宅子买下来不难，只是不知道皇上要做何用啊。这里面还有什么讲头吗？那宅子地点不好。那宅子的主人呐是个经商的，据邻居四舍讲啊，自从买下那宅子后祸事不断，买卖也亏得做不下去了。哦，难怪那宅子空着没人住啊。这呀都是眼巴前的事儿，往远了说呀那就更邪乎了。我呀打听清楚了，那房子本是抄家之后查封禁卖的官产，先帝爷在世的时候那是礼部侍郎哈元璋的次弟，哈元璋犯事以后啊，他不但丢了官儿，最后连命都丢了。哦，哈元璋他犯的什么事儿啊？10多年前的事儿了，详情呢我也不太清楚，是御林军办的案子。哈元璋，皇上，那房子到底买还是不买呀？当然要买了。
不过你先别急着修啊，一切都维持原样，到底应该怎么修怎么造，朕自当请教那些应该请教的人。诸位，眼前的这12个金尊都是皇上赐的，在世人眼里，这些东西都珍贵无比，但是以本王来看，最珍贵的是我同你们的深情厚谊，所以本王决定每人送你们一个，我希望你们能同本王一起共创大业。谢王爷。有人说万众易得，一将难求，为什么这12个金尊只面对你们6个呢？现在江湖中还有多少英雄豪杰，本王不知道，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举荐，但是我相信最终这12个金尊一定会各归其主。王爷，出大事了。我们要的那份秘密名单，他带回来了吗？带回来了。攥得太紧，拿不出来呀！那就断了他的手。闭嘴！这是本王的功臣，怎么能如此对待呢？连尸首带名单一起厚葬了。王爷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这上面每一个名字、每一个手印都举足轻重啊，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呢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王爷，不如让我试试吧。好，去吧。先生，名单，宁王在京城的效忠者的名单，他自己说是良将重臣，那就一定不是寻常人物，如果能拿到手里，不仅是断了宁王的强援，也可以让爹爹和张炳军叔叔平安，让他们免遭身边的无数暗箭。这香饵已经布下，就看金龟何时上钩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布置好了。今天晚上，谁进我的书房，我逮谁。来一个我逮一个，来2个我抓一双。不妥不妥啊，如果我们府中真有奸细，眼见重重侍卫，定会吓得望而却步，但我们岂不是白忙了一场啊。嗯，有道理，我把明哨撤掉，只布暗哨也不妥，谁都能猜到那名单必然藏入书房，而书房本来就是王府重地，侍卫不添反撤，这明明是鼓励大家去偷啊。好，明哨不撤，加强暗哨。王爷，谁能担保那明哨暗哨自身就不会是奸细呢？他们不会坚守自盗吗？你真把我给搞糊涂了，照你这意思，我是谁都不能相信了。
成大事者，不可不多疑。只要善断，多疑又何妨？那我就说句玩笑话，就说养正你，我该相信吗？在这王府里，我只相信两个人，您和我，而您只能相信一个人，那就是您自己。杨正啊，你说的这些是真的吗？王爷，日后你还想不想做皇上？做皇上应该是孤家寡人，真正的明君应该是坐山观虎斗，这样自己才好一手操控，这才是所谓的帝王心术啊。杨正啊，你给我的教诲实在是太重要了。过去我对你的这些话总是置若罔闻，自从那天在戏院遇刺之后，我才知道杨正的确是有先见之明啊。不过王爷，您在江湖上，在朝廷里树敌众多，再加上御林军虎视眈眈，您的身边怎么会没有奸细卧底呢？您要时时防，刻刻防，人人过关呐。杨正的意思我明白，就是提醒我一定要怀疑那些不该怀疑的人。正是。好，照你的意思，我这书房该如何布置啊？明哨不必剪，暗哨不必设。然而最重要的是，王爷赐我一件宝贝，有这件宝贝，这卧底之人就可以找到。这两天要小心提防，除了王爷跟我，任何人不准进入书院，明白吗？是是。留下买路钱。喂，堂堂王府居然有人打劫，真是胆大包天。我刚才看见你鬼鬼祟祟，行色匆匆，一定没干什么好事。你是不是偷了我们家什么宝贝？拿出来分吧，见面一半，这就叫贼吃贼，越吃越肥。哼，你还一套一套的啊，不要以为你学了几句黑话就是江湖人了。哎，怎么着，要去哪？你不生我的气了？哦，那件事啊，我这两天已经想过了。我觉得人各有志，我也就没有什么好勉强你的了。再说了，
我认为你没有用甜言蜜语骗我已经挺好的了，所以以后就做你的妹子好不好？我才不要做你的妹妹呢，我要做，以后就做你兄弟吧，怎么样？那好吧，小莹兄弟。哎，干嘛？我没有时间跟你乱扯了，杨正先生正在前厅等着我，说有重要事商量。我才不信呢，这么早就招你啊，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早过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不对呀。什么事？你干嘛？你身上怎么会有香味呢？有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昨天晚上去找相好的娘子了吧。胡说八道。哎，你就从实张了算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是兄弟了，说出来也没什么关系。我真的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没有啊。不对不对不对，这味道好像不是一般的脂粉香。哦，这明明是那瓶西洋香水的味道。什么？对啊，那香水一共有两瓶，第一瓶被我摔碎了，第二瓶还是你辛辛苦苦的偷回来给我爹，你忘了？但是这香水在我爹那儿。哎，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个味道呢？好阴险呐，原来那名单上撒了独一无二的西洋香水，怪不得戒备如此松懈，原来是另有玄机。那么此刻刘养正召我议事，恐怕就是要借着香水查卧底了。我要逃吗？我怎么逃？来得及逃吗？嗨，你在发什么呆啊？干嘛突然不说话了？哼，还是逃不出你的眼睛啊。没错，那香味呢，是来自那瓶西洋香水。我知道你想用那个香水，但是王爷又不允许。哎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没错，我弟是说那瓶香水过于妖媚，香味呢又三日不散，说是给我用了呢会招人议论，又太招摇，而且还不符合什么闺阁淑范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所以呢，我就帮你打了个抱不平。昨天晚上我钻进后宅，终于把这瓶香水找到了，而且还滴了一些在这上面，你闻闻。嘿，香吧？嗯，真的特别香。嗯，送给你了。你干嘛突然对我这么好？我已经打定主意认下你这个大哥了。但是你这样我很容易反悔啊。千万不能反悔，我们一言九鼎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不会的，我就是吓唬吓唬你。还有啊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出卖兄弟啊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等等，我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拿一个男人的手绢算怎么回事啊？所以我决定把它还给你，不要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好，我有一个办法。我这儿呢也有条手绢，这样混一下就好了，有味道了，这条手绢也特别香，对不对？还是不够香，收下吧。哎呀，我不要。收下吧。哎，不要，谢谢了，我走了。小莹啊。小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爹。哦，我刚刚认下慕容真做大哥，怎么样爹，我有眼力吧，认了这么一个威风的人做大哥。王爷。慕容真刚才跟我女儿在谈香水。什么香水？哦，爹，就是那一瓶西洋香水啊。那就奇怪了，那瓶香水一直是我在保存。慕容真，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本王说呀？啊，
说起来都是属下糊涂，因为小郡主一直在意那瓶香水，所以昨天晚上我擅自潜入后宅不告而去，这件事实在荒唐，属下甘愿受王爷责罚。撒谎了吧，不应该是在后宅，应该是在书房，对吗？那瓶香水明明在后宅，属下又怎么会到书房去拿呢？好，那你就跟本王说说，这香水是在后宅的什么位置？说呀。哎呀，瞧瞧你那气色，一夜没睡吧？哦，爹，好了，不就是一瓶香水吗？慕容真，我也不会瞒你的好，你呢，也不用在这儿替我顶罪了。爹，我说实话吧，那瓶香水是我拿的，就在后宅的那个梳妆台的下面，对不对啊？真的是你拿的吗？嗯，是我去拿的。你闻到香味了吗？八里地外就闻见了，快收起来。爹，嗯，别怪慕容真了，但是你不能怪我。你看我像怪你的样子吗？谢谢爹。去吧。嗯，那我走了。嗯。用不着那么紧张，去议事吧。是。也许沉默已经成为习惯，像天地承诺，也不像山水许愿，可就在那样一个瞬间，我为什么还要怒发冲冠？上路勇往直前，也许这条路将走向天涯，一路风尘会伴着我的尊严。成为永远，没有了以后的日子，也没有了你的缠绵，可生命就这样别无选择，我必须在路上依然决天青山，天和天背后你声声呼唤，即使我和你远在天边，如花在路上我不等待你，你的温柔会化作一片。
偏轻。